電影《寒戰》前所未有聚焦警隊高層 ICAC 鬥爭的漩渦爆發城中熱話。鬧爆谷台特邀重量級嘉賓現任立法會議員、前任保安局局長葉劉淑儀、前 ICAC 執行處副處長徐家傑，用最權威的真實經歷探討最當紅的電影《妙語連珠》，見解獨到。不是我們去搞警察的，一停職人就知道了嘛。涉及很高層的官員，特首是你們老闆來的嘛。2月16日晚上9點，解構《寒戰》風波。